夫妻之间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夫妻生活也会越来越无力。而想要让夫妻生活长盛不衰，就要遵循以下四个秘诀。第一点，不猜疑，多沟通。夫妻双方呢，坦诚沟通。当一方对某件新奇之事表示出兴趣的时候呢，另一方应该认真的倾听。在谈论夫妻生活的时候，应该先说一些鼓励对方的话，之后呢，再提出新的改进建议，或者是需求等等的。第二点呢，在夫妻生活中呢，发挥创造性，追求新体验是人之本能。任何事情一旦缺乏了新意的话，无聊乏味就会接踵而至了。因此呢，夫妻要学会在夫妻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创新探索。第三点，计划夫妻浪漫的时间。虽然夫妻生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、水到渠成的事情，但夫妻合理的计划更能为双方的和谐夫妻生活铺平道路。第四点，多关注对方。婚姻出现问题的一个大原因呢，就是彼此对对方的注意力大不如从前了。夫妻交流或者是恋爱过程当中，最忌讳的就是一心多用了。那么以上这几点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